安静点。吃饱了，哎，秋秋，别赶着嘛，慢慢吃嘛。哎呦，不必了。哟，还剩那么多，不好吃啊？好吃好吃。我妈妈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其实我的食量本来就少，刚应该跟您说啊，少下点面的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就怕不合你的胃口。那改天要记得来啊，好吗？慢慢走，再见。哎。慢走，慢走。哎，娟娟，等会儿。一元啊，能不能去旁边送送娟娟呢？好不好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陶妈，我自己走就可以了。娟娟，你听陶妈的话，这条路啊，坑坑巴巴的，不好走，还是让一元骑车把你送回去，不然你这一瘸一瘸，什么年才到家呀？是不是？喂，老婆，你说那什么话？娟娟。你他妈他的意思啊，不是说你腿瘸了以后就不，反正你就是让一元送你回去就成了呗。凭你说话，你说的有什么好听的？真是，娟娟，慢点走啊，一元骑慢点啊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小心啊。有很多人啊，陶富邦、冯开雄、孙一美，有空可以来我家玩啊。好啊，要不要我帮你？什么？你在追芊芊对吧？我可以帮你。那我先谢谢你哦。停车，我送你进去啊。不用了，免得被我妹看到。我怎么帮你追他呢？谢谢。不回来了，关你屁事啊！哦，怎么散步前跟散步后差这么多？你去哪？怎么了？让开！是不是又跑去跟 B 友见面？不是，就是。是不是 B 友又没去？还是看到你之后又跑了？混账男生！你就这么喜欢幸灾乐祸是不是？你就觉得男生看到我一定会跑掉是不是？
还是你就觉得我一辈子都交不到男朋友了，是不是？你跟我生什么气啊？没有去的人又不是我。王倩倩，你不要以为你功课好又长得漂亮就可以这样欺负人。谁欺负你了、啊？王娟娟，你今天吃错药了是不是啊？男生都喜欢你又怎么样？谁不知道他们在外面怎么说的、啊？说你是公共汽车，谁都可以上。你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吧？这些话一点新鲜感也没有。你真的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哎、欸！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跟男生搅和，跟你同姓汪啊，对我来说真是奇耻大辱。你心情不好，不要跟你计较。但你说话也不要太过分哦。是我太过分吗？根本就是你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！在家吵太小声了，到村子口去吵给全村的人听。怎么才好两天又吵起来了？我说倩倩，你是吃太撑了。奶奶，你骂错人了吧？挨骂人是我哎，要教训也教训这个骂人的神经病。有你这种妹妹吗？啊，说自己的姐姐神经病，还有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口口声声的骂自己妹妹不要脸，你们是姐妹，不是仇人。大妹，对不起啊，她们姐妹俩吵架吵到你了，还不赶快跟奶奶道歉？倩倩，快带姐姐进屋去。我再怎么劝也能够自己走，不用她帮我。无耻，摔死也不干她的事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你们好日子过烦了，我看呐、啊，把你们两个送到战场上去待两天，去看看人家抱着姐妹尸体哭泣的人。哼，真是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娟，脾气不要这么倔，要吃苦的。不用你们提醒，我自己命苦不苦会不知道吗？我这辈子什么都没有，就剩这个脾气了。倩，娟到底怎么了？鬼才知道。别担心，亲姐妹吵不散。以前我跟我姐啊，那吵得厉害，还好她后来搬到香港去，不然我们这家可热闹。你一定很后悔收下我们家这个烂摊子。所以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干嘛？说什么对不起啊？你应该要有个正常的家庭的。什么叫正常？天下无事是正常，天下无事就是幸福吗？这就是我家，吵吵闹闹就是我家嘛，这是我人生的一部分啊，因为有这些东西，我人生才不会空白啊。你懂我的，你看我这么皮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我受得了吗？我不可以忍受空白。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，可是如果你受不了了，千万不要委屈你自己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可以跟我离婚。你把我当什么？一个撑着扁担的棍子，撑不住扔掉吗？我们两个是说离就离的吗？你不会舍不得？我就是因为舍不得你，才不需要你跟我一起受苦啊！看，看，干嘛呀？什么叫我跟你一起受苦？原来自始至终都把我当外人。
没睡。我白天茶喝太多了，睡不着。就别烦孩子们的事，孩子和孩子之间呢，有他们自己相处的方式。你这么烦，一个晚上都没睡，回头他们搞不好就和好了。我才不心烦他们呢。我呀，我是妓女，你倒好。 把这个乱七八糟的家一丢，又走了，你就不替你老妈想想？妈，你说这些话，让素英还有孩子们听到，他们会觉得不舒服的。哦，那我心里不痛快就得憋着。这是我家，难道我说个话还得看别人的脸色？ 防着别人的耳朵，言不由衷，虚情假意的，这到底是个家还是情报局啊？妈，你能小声一点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管你什么意思，反正我是越活越没意思了。火了，我就搬去香港跟你姐姐住。 这么大，你就在家休息，别送了。那怎么行啊？我一定要送泽明。急诊这就要村口，不用麻烦了。哎呦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好了好了，要送就一块送吧，走走走。哎呦，你又怎么啦？哎，我真没用啊，老是惹麻烦你啊。我说你吧，叫你别去，你跳不跳？王妈，我帮你看一下。 上了这个诊啊。嗯。哦。我看应该还好，没伤到骨头，只扭了筋。素英啊，待会等雨小一点，你带汪妈到菜市场旁边那个跌打损伤师傅那去看一看。我看，你就留在家里照顾汪妈，不用送。可是。没事，从我们家到村口才多远的路，有什么好送？汪妈，先走。泽明，对不起啊。
就算我是没用的老废物。好了好了你，大清早的哭什么哭啊你？是，我送泽明去啊。你婆婆我来照顾，你去送泽明吧。快去呀！小溪春深处，万千碧流萤，不及来时路，星托明月，谁家今夜扁舟子。小溪春深，我根本舍不得跟你离婚，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嫁给你，我是害怕你不要我才那么说的，我想赖着你永远把我的烂摊子赖在你身上，没有你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好好活着。烟树满晴川。哎，昨天数学考试你看了没啊？没有，看成英文去了啦。是哦。男朋友后来为什么跟何湘怡在一起啊？什么在一起啊？就是谈恋爱啊。他们哪有谈恋爱啊？他们整天黏在一起，不是谈恋爱是什么？干嘛找朱蕾帮你找那只臭鞋啊？你以为你是灰姑娘，她是什么玻璃鞋王子啊？我哪有叫她帮我找鞋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，别找那只癞蛤蟆，听到没有？什么癞蛤蟆啦？啊，来找我就对了啦。还是你想当朱夫人的苦命媳妇啊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啦？胡说八道！妈的，孙一美，你知不知道为了你的名节，还有阻止你踏上悲惨的命运，我去找何湘颖同学帮你找这只臭鞋啊？何湘颖跟我的鞋有什么关系啊？舞会那一家是他表哥同学啦。哦，所以你是要帮我找鞋，才跟何湘颖打情骂俏的？什么打情骂俏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干嘛笑得跟傻瓜一样？口水擦一擦啦，笨蛋！一美，你放心，陶妈妈保证，不管你变得有多笨，我都会让陶无方娶你当我媳妇儿的啊！嗯，啊，我就是喜欢当笨蛋啦，怎么样？跳舞就没什么了。我爸我妈从小就去百乐门舞厅跳舞的。哦，那可是上流社会的娱乐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从小就被训练的跳舞的姿势要正确，要优雅，不会跳舞反而会被人家笑话的。是哦。嗯，所以以前你们家很有钱呢。可是后来也被我爸败光了。我姐姐那时候比我大十岁，她常常跟我爸我妈去百乐门。那因为我还小，就只能跟姥姥待在家里面看家，所以我老吃姐姐的醋。我爸爸就哄我，他说等我15岁，他们就带我去百乐门，然后我就每天在家放着唱片，练着跳舞，华尔兹、吉鲁巴，还有 Tango。可是没想到，我们家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。后来又打仗了，我始终不曾踏进过白乐门。
我第一次去舞厅，那是泽明带我去的。啊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在舞池里，就这么的一圈又一圈的转着圈。我忘了我还有四个孩子要养，也忘了失去丈夫的痛苦。我把所有不快乐的事情都忘了。我多么希望那音乐就永远的不要停下来。张先生这一趟还要好几个月哦。说是八个月。哦。结果偏偏我昨晚还跟他吵了一架。哎呦，张先生哦，嗯，他的脾气已经够好了啦，跟他吵什么架嘞？所以我也很自责。结果今天早上我婆婆又扭到了脚。一团混乱之下，我连道歉都来不及跟他说，他就上船公司报道了。